还是吧，翻头技能。还剩十秒，还剩五秒。不错，这么多。请挑选英雄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谁中路打不过你？这边选人了，这边。张姐。我操！他们要推死我吧？不推啊！他不推啊！选英雄。对呀。选个打墓碑的，选个不要太弱的。对啊，要拼全中期的，而且线上要屌的。你哪不好？你哪不好吗？可以啊。TS。哎，你哪也可以。你哪 TS 吧？你选。TS 打一个都可以。感觉就你哪，他们就一个小鱼人和。爆发。要不要大魔王出门啊？冲了！快点！风风火火向前！再加吧！帮你传眼给我。抽二十次来，这盘能不能点啊？点！算了，这盘不点了。我操！建明，建明我已经擦掉了。建明我已经擦掉了，不过。他可以解吧，他那个。怎么解啊？哈哈哈哈哈！我看你图。我今天和你送了大字吧，小罗还真会说话。哎，敲下腹。哦，走着。他送完圆盾出门了。没用的。还是要被我打爆。我操！你们都偷偷的在点啊！我保证不乱打，好不好？风风火火向前走。死亡在上。他一个还是两个？一个就把他头打爆。一个就把他头打爆。两个把头全打爆。哎，我兵卡特别好，我从来没卡过这么好的兵。自己能玩吧？你基本上打不了。随便玩。他玩有谁的？有谁了不起啊？有些被我打死。是。少教他们。他把这个引。释放热量。我把兵全反补了。像野火一样。好吧，试试。没错，哎呀，我们兵比他们多啊，要不要动他们一波手？对啊，他不会再拉大野吧？没大野，大白。好，我买魔棒准备动他们手。我们接着做。这里。好，嘿，四走，逗逼，怎么样？我们俩的默契不谈了吧？不过当不过分吧？不过分，不过分。买个鞋去供佛。哎，老师说，我刚才接的怎么样？给力！
没想到你可以接到。哎，他不被控了。小王，小王。一路杀，一路杀。哎。好像动他。很弱。我在消耗他。买了3号。像野火一样。发一去了。打五剑。好嘞。一大波。你也跟我打。哎呦，他妈吃素太多了，我操！是我。嗯，一会全给你。烧出条道来。算算算。我操！我操，这干嘛？吃人啊！哎，他吃我。他吃不了你啊。但他还想吃我。吃不了你。压死他，把水。火力四射。我的火焰更明亮了。绿的。前去战斗。放了放了放了。没错。是他，等一下。啊，他没墓碑了。啊，哪边的？冲冲冲！我丢回来了。哎，我不动，我不动，不动。哪边的？这边起两个。哎呀！干嘛嘛？不冷静啊！控不住了我。嗯。一大波热浪，转，上不住你自己控吧。你随便拉一发育，还是继续杀他？我看你样子想杀他。杀他，你五级不是？是五级。混什么？这么多兵。我操！我没底啊，好可惜啊！哎，没有地啊！两个兵的，不杀了，不杀了。这一盘该点的啊！我操！干对自己不自信可以怎么办嘛？妈，怪谁啊？怪社会啊？说的有没有道理？有道理。本来我他妈30连胜了。他妈！有钱烧了。下个皮球啊！不要不要。下次我给你个机会啊，这兵不是死人，完了，杀回家去了，还是给他。我准备杀了，哎，杀你完，你把这个兵杀了，我帮你扛他，再见他。我操，这么凶凶。双六级有TP啊，不踢。那来个压力值啊，兄弟啊。中路啊！看到你打不这边。对呀对呀。烧出条道来！哎，看来，丢回来，看来。看到看到。那地方接不到，傻逼吗？那丢了有机会中啊。不丢是不可能有机会杀丢接到的。你差的太远了吧，我三哥。我以为他会往左边扭一点嘛。妈逼，他看不起我，一个睁眼，一个本都不买他们。我他妈开着相位鞋冲上来都没接到。我走啊，你走。没有，把你脸了，把你脸了。你们干不到人就说有眼。推啊，你出去推啊，出去两家。哎，这里，哎。对。像野火一样。我操，这么溜。牛逼。SK 是不是快跳了？双踢了，踢了里面。双双双双双连胜，双双双双双连胜。
可以剪。啊、别耍、啊，你面你可以剪。哥，你要回答了，行吗？我回答了。我操！我醉了。叫我一个。我醉了，行吗？啊、后面后面走啊！你没大佬，结果你姐啊，他们是白大佬没有？我醉了。你肯定没危险啊！我他妈我怎么卖的多啊，大哥？你肯定没什么太危险啊！他是我的姐，我的姐之后去别动人了，他们还会打你？打你！哎！我操！我操！还敢来？别怕，别怕，我来吧。别怕，别怕。还有谁？还是 K 的。正在前进。下了，好不？中路，干这边。我会激动，怎么下来了？还是 K 呢？改个逼，好过分！我方中塔需要。怎么到了没有？我可以踢。能不能下？到点数了，妈个逼！哎。他带你啊！你跑他了。哎。我要开我要开。我操！这个踢，我的。哎。我回去补给一下。没什么事情。我还没有准备好。我操，几把我都没点。好鱼。这种被我玩爆，你们被我玩爆了。就是他们这种没被我玩爆，你是妈逼打个职业的妈逼，路人都不敢点，我操！哎，我的，我手滑手滑，妈个逼！我还不能使用。好像想杀我他们。没地方。哪里人？干嘛？大药，我操！你他妈眼神挺好的。我找你，看不起我，一个针眼，一个粉都不带。怎么说？你要怎么说？可以打这个吗，小梅？可以。再给你，我不要钱。算了吧。你真是个好人。算了。封锁他们了，他们不敢出来了。出来都啥？这里封锁了。封锁。他一会拿个鸟，一会拿个猪。妈的！那我好看不起我。好看不起我。妈逼！我要杀三个人。杀到三个，我要任务。哇，又进了墙。像野火一样。都不出来了，哪一个？他们都不出门了。我还没有准备好。不出门我就打没事，我就冲啊。啊，不出门我们就冲那么高地啊。是吧，有兴趣啊。有兴趣。我带过。我就好。什么墓碑打掉随便打。墓碑打掉随便打。墓碑打掉随便打。我操125。我快切！对，我要杀出三个人啊！可以。妈逼！他上来第一人，我就把他吹起来。我操！不能吹了，不能吹了。我解了。他居然不用 C， 来吧！哎！完了！哎，这怎么哪里派出来的？开出来了吗？我也是才五级的吗？哪里派出来的？我在想。开悟走出来吃啊！妈个逼！我
可以可以，味道。我能跑啊。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敌方中塔已被摧毁，火焰般前进。好的。没了标记，好心慌。有种不好的预感啊。不行不行，现在在干水，快点！有点不好的预感，等我过来干。跳水了。哎，为什么不决斗啊？我为什么不决斗啊？我们就杀了。我先知我被他捕到，哎，他变得很精的。走了走了。哎呦，被挂了一下。骨灰吗？秘法。秘法我不用。我血不多才能勾引他们啊。哎，他们说推了，推了吧。我杀了三个啊，任务失败啊。没办法，他不出来啊。堵啊，堵着他们啊。把人头。随便卖，别怕，别怕。出了，赶紧死。上啊！是勾引啊。再往前走一点啊！再往前走，我要被打了。哎，要决斗了，他们来，谁知道了？他们是牵手的。好，我看看。我自己来了，自己来了，我操！我操，这个好。全是人头。没了。哎，别炸，走太快了。够了没？我没大死他，我特意把他大空血啊。没有，他没被我大死。这还欠一个怎么办？我上去催他了。哎，催他了。别动，全部别动。没人动啊。再来一次。有地没？有地。往前走。烧出条道来，谁不跑了？你出个大哥绿拳啊！能怎么办吗？不了。对面好像知道你任务失败一样，不出来了。哎，这推不掉。快点！放龙族打钱，放人。放他们出来。哎，是人。吹了，哎，别动啊！哈哈哈哈哈！灭了，对。情谊啊，这你粉丝吧？白羊座的，我操，就是好人。兄弟，哎，我也是白羊座的。没死过吧？还敢追？没错。八个眼的任务是必须要插那个假眼是吧？那怎么玩啊？妈呀，都说买到我了。哎呀，他。啊。正在前进。怎么抢红包？微信红包，合同结快的。哦。火焰般前进。拆，赶紧拆。哎，还有人敢出来？什么骨灰啊？要死了。哎，给点视野啊！妈的，都不懂啊！一点默契都没有，我操！没错。我不吹他，我怎么技能他？你不知道，只
啊，你不说你觉得？对吧？我肯定觉得他。你不说我怎么知道啊？对啊，你不说话。这两个，晕五个，晕五个。这个别给气节给两局自我放。哎，我觉得他来了，来了。来啊，来了。觉得他。哎，他怎么打的我啊？我没有给你炸。这是湖南队啊。他打的不好。谁站起来？妈的，我任务没做，我操！你是什么任务啊，大爷？八个眼，八个眼还个牛头的任务。